新春开工，防疫工作未使放松。昨昏，台中市卫生局针对日益物流，带伫市内790个员工进行二采，结果拢是阴性。带伫外关7员工嘛，将伫今日完成追踪。今天要针对这个14天的居家隔离的这个职场的接触者，加上确诊个案的家人，一共是267位，要进行二采。现阶段，阮乡自由贸易港区各公司人员必须完成 PCR 采检入园换证，若无，都要提供3天内快筛证明阴性，持续管制2礼拜到1个月。后来由市长阮乡甲疾管署三方的稽查，确保安全，阿后才会当复工。2月11号之前，那么完成学校跟幼儿园的消毒，教职员工也需要在这个开学前完成第3剂的接种。这16000多人接种完毕。那我们的第3剂覆盖率会超过90%。提高第3剂的注射率，因为年假结束爱开工，快台企业销售量加加增。桃园以及双北，甚至我们高雄的 Omicron 的案例是越来越多人的，那民众相对也会比较担心，来买我们快筛试剂的人也是相对还是趋于稳定，甚至有增加的倾向。疫情变化，好民众提高警觉，无论是家己去买快筛试剂，还是依照规定去采检，加一人的保护，才会当确保防疫无问题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